那给大家看一看最近的一些寄养都活得怎么样了，有的欢喜有的忧啊。来，首先这个呢就是那个老庄的那个三角梅啊，然后呢来的时候就已经快嘎了，我跟大家伙说用个卧龙种植法啊，你看结果呢现在是活了，已经长了很多的这个叶子起来了，也要开花，你看这里马上就要开花了，看到没。有的话说那你就这样养一辈子吗？不是的，不能这样养一辈子，这样养一辈子可麻烦了。然后呢我准备过段时间给它重新种一下。这位花友的这个已经是没得救啊，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已经嘎了，这个还确确实实是嘎了。尽量别买这种树桩子，因为很多的花友都喜欢买这种很老的树桩子。这个花友的朱顶红特别久了，这个时间很长了，当时他寄过来三个哈，然后呢给他寄回去了两个，这一个一直在养球，就是球一直在长大，来的时候那球也就这么大，现在球一直在长大，就是说你们可以看到吗，它的维度长得很大了，厚积薄发，因为前期的时候元气损耗的比较多，现在也长叶子了，我这个棚里面温度还可以，没有落叶。这花友在这个月月初啊，十一月初的时候寄过来的栀子花，当时呢是没有修剪，有很多的叶子，跟花友们说其实上面都活不了，对吧？结果呢我就中奖了，又长出来新芽子，你看到没，这个就是花友的这个叫，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小儿紫檀，但是卖盆景呢以及养花的花友呢都喜欢称呼它为小儿紫檀，它叫黑古茶，这个感觉不太乐观。这个也很久了，这个也快一个月了，然后呢叶子又皱皱巴巴的，不过好处是啥呢，你看好事就是在长新叶子，这是它的新叶子，看到没，在长新叶，老叶不好吗，这很正常，长新叶就说明活了，我把这个老叶就可以这样掰掉了，很老的这个叶子嘛也不好，我就给它掰了啊。明脉慢绿绒啊，这是一个花友的寄过来的，然后把这个老的揪掉了，你看这里跟这个位置它还会再长新的起来，包括龟背竹、春雨他们都喜欢这种躺着长，所以说我给这位花友是躺着种的，这个叶子再长起来就不会皱皱巴巴的了，应该是。这花友的龟背竹，龟背竹的话看起来是已经活了的样子，也是采用了这种躺着种的一个方法。这两盆呢就是花友给我寄过来的一个叫那个金丝楠木，叫小儿赤楠，哎，就说白了就这么大，看到没，一个呢是完全是裸根了，就来的时候土球全部颠散了，这个呢土球没散，老花友只是换了个大盆加了点土，你看到了吗花友，所以说洗根换土它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就类似于接近洗根换土的那种感觉了，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你看人这个，所以说花友们尽量的别去洗根换土，除非是你真的待见它，又或者是正好在春天你可以去操作一下，要不然还不如不动它，长得会好一些。这个三角梅啊，这花友寄过来的，这个可以给你往回寄了，这位亲爱的，但是现在天气冷啊，我就不给你寄了，等到明年春天再给你寄过去，这个来了有一个半月了，这块个半月了，你看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老花友给它长得枝繁叶茂吧，可以说叫枝繁叶茂吧。惊喜在哪呢，惊喜还我还从它这上面剪的枝条我插了四个，看到没，插了四个呢，目前来说是活了俩。这俩是活了，看到没，这扦插的这俩活了已经，这不是假活，这真活，这俩是真活了，那个没什么动静，感觉这个还没有动静，不过也在长，再给它点时间会好起来。再这个是嘎的，这个没有活，扦插四个活了两个半嘛，这个也快了，感觉是快了。你看其实三角梅贼好养，就是老花一的这个土嘛，从扦插到什么的，看到没，这个种植方法你们可以翻一翻之前的啊。这位亲爱的叫春雨，这是这个月月初来的，我给他换了个贼小的盆，你看长了个新叶，缺水了哈，啊这个缺水了，快旱死了。赶紧浇水浇水浇水，赶紧浇水，快旱死了，马上就要旱死了。这花友寄过来的这个桂花是吧，不用看也是个桂花，是也快一个月了，因为是上个月底来的，这我现在拍这个视频十一月份是吧，咱们只能说十一月底，它现在是哈，嗯，对，今天不发的话就应该是花儿们要看的话应该在十二月份的。这昙花花儿来的时候就是特
特别多的叶子，我全部给剪了，就是中间有的花友特别不理解，你看长了很多新的吧，它因为它要嘎了，你这不剪它不行了，明白了吗？长得很好，很喜人。还有这个来了很长时间了，这个也长得很好，来的时候也是快嘎了。还有这个也是来的时候快嘎了，现在也活了。看没，金桔，这个是我自己从网上买的一个山茶花，但是花苞也没打开，你看到了吗？臭宝，看到没，这个花苞也没打开，基本上是这种撕开不开的都没开，看到没，已经烂了。这个花苞很多话说，老阿姨为什么我养的这个打不开，别说你养的，就在我大棚里面都养不好，它是出现了一个应急反应。好处是好事是什么呢，它这种后来长出来的这种小花苞应该是能开，在自己这个环境长出来的嘛。所以说一直跟花友们说，你不要贪图过度的贪图它的美貌，带的花苞不一定在你家开，简单一点的。你这个该施肥了，就是新长出来的叶子呢，又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叶都没了，现在都活了。这新长出来叶子有点缺肥料，要上肥料的，这柠檬花友寄过来的，来的时候都要嘎了。包括这个在五月份，五月这些都是五月来的，为什么呢？这两个米兰没有寄回去呢，是因为他们说当时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收，然后呢我从云南寄过来的。我发现一个事哈，从云南我们寄过来的90%的花就大面积的落叶，真的是落叶。包括我们测试的天狼的一些月季品种也是从云南那个基地一出来哗全落叶，但是能活，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待于考究一下。这个6月2号的这个栀子花已经嘎了，所以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了已经没得救了。但是很多话说你得尽人事听天命了，咱就尽人事听天命了。这是花友啊让我帮他养的一个叫什么茶来的金茶花，然后呢你看我从边上随意插了一根活了，就这个。这是我随意插的，感觉还活了呢，感觉活了，就是我把这个剪下来了，不是，我这随意插土里了，感觉还活了，啊，感觉活了，这个赶紧浇水，快给它焊死了。这个我再给它插在这个里边，感觉能活的样子，我以为不能活，我感觉它能活了，以为和感觉其实是差两个事。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不想让它长得过分高，我想让它成为棒棒糖。我现在我把下面这两个叶子也给它去了，这两个叶子不要了。你看，因为为什么不要了？你看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干尖了，这个有点水大。这就是花友弄过来的老桩，当时活了一活叫假活。月季最容易出现一个叫假死假活，就是你看着死了可能还活着，看着活了可能已经死了，这就假活。这老桩就跟花友们一直说什么事，养这种东西尽量的别玩老庄，尽量的别玩老庄，明白吗？玩年轻的，年轻。这臭宝寄过来的这个也是10月底寄过来的，现在已经活了，长新叶子了，现在也可以施肥了。这个呢就不乐观了，这个花友也是上个月寄过来的，一来的时候我就跟花友说了，这个嘎了，感觉嘎了，这个也嘎了，这个也嘎了。这花友的这个茶花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嘎了嘎了嘎了，但是呢还得尽人事听天命，对吧？感觉还有点希望，我看了看还长了新根，你看到没，这还是长了新根呢，但是它没有突破点啊。虽然说长了新根，它上面没有芽点了，没有爆发的点，长不出来叶子也是个麻烦事。嘎的感觉像是嘎了，但是看了看呢还有新根长出来，先暂时的别把它拔了吧，能活就活吧，不能活也没办法。这是花友寄过来的木绣球啊，本来在我这儿理论上来说是应该让它休眠的，不过我这个棚里面的温度很合适啊，它就又长起来叶子了。这个叫欧洲木绣球，是8月份来的，你看都多长时间了，3个月了吧，3个多月又长起来了，看到没？这些个视频你们都可以往前翻，都可以翻得到哈。这个呢就佛肚竹啊，佛肚竹我之前的时候这一盆很凌乱的，我全部给它剪了，你看现在长了一根很壮硕的这个笋枝出来，包括这里就是你剪了施上肥，你看它就会很快的去生长的。这已经嘎了啊，来的时候就嘎了，我一直跟他们说养死不赔啊，懂这个事啊。这个时间够久的了哈，啊，这个桂花半年了，这花友还能联系到吗？
活了活得好好的，该换盆了。如果说这位花友，不让我给他寄回去的话，我就明年就给他换个盆再给他寄回去。这个茉莉老庄，活了，看到没？活是活了，这里活了。我用纯沙子种的。有的话说，老黄你天天卖你的土，我这个就用纯沙子去种整活的。然后呢，我下面是给他垫了一个叫储水器，就是我用我们的泥炭土，保水性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用其他的土，就是要排水透气的哈。这纯沙子，因为它保水不行，我就这么加工了一下。还有这个茉莉，这个茉莉也是跟花友说，你别玩老庄，别玩老庄，找个年轻的都好。啊，你找个年轻的玩，生命力又强。这个也嘎了，这是也是上个月底10月28，感觉也嘎了，给冻上了。这个时间就更久了，这个大概有多久了？这个得有一年了吧？啊，没有一年也差不多，感觉是有一年了这个。在去年的，去年来的时候有多高就这么高。在去年我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福禄桐，然后买了一个呢，花友们说怎么养，我给大家就演示的是怎么养。然后呢，现在土长了，就长得太高了，我们这里冷啊，都冻得掉叶子了，说明这个福禄桐这个东西耐寒性很一般，一点都不抗冻。这也是一个茶花，这花友寄来的。上个，这是刚来有半个月嘛，再长新叶子都是好事。这个不是寄养的，寄养不是寄养的，放这干嘛？这是我前几天换盆的那个兰花，这个又该浇水了，这个要浇水，我给你放一边。这两个要浇水的，给你放在这儿。这花友前几天刚寄过来的，这还没动静呢，反正已经嘎了，感觉这紫薇是吧？嗯，这个是我去年养的一盆瑞香。现在养的不是瑞香，你看现在长了很多的新芽子。你这话说瑞香怎么养？瑞香怎么养？其实呢，你用老花叶的这个土养起来会简单很多。它的根系并不是那么发达，瑞香的根系不发达，长得没那么快，这一年了都没怎么长。基本上花友们收到以后都很着急，那可不行。这根棍儿可气人了，已经嘎了，感觉要。还有花友寄过来的周岭红，人周岭红都这么大一个，你寄过来跟个蒜一样那么大，还烂了都，看到没有？这里感觉又往里烂的样子，哎，先这么地吧，这个也嘎了，这个也嘎了，感觉，那个 也快嘎了，那个还行，那个还能活，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这些地上就都是尸体，就不给大家挨个爆了，就是说呢，有的欢喜有的忧，你们多关注老花一，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还有免费的寄养，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养死不赔。我是老花一，养花最在意，拜了，师傅。嗨。